就这。你看这边好多人钓鱼了。一前面是两个美女钓鱼，看到帅哥是吗？装备拿得挺好啊，一看就是新手。是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三个钓鱼户都没有下。哎，那我们先到这里买票。钓鱼啊，搞那么好的装备干啥？鱼都钓不到，咋回事？今天这个有点难呢、啊。看来都没有钓到鱼，是不是没鱼，还是天气问题？今天，老板，哎呀，钓鱼了。那没有在这里钓啥鱼嘛？咋啦？我告诉你，我老师傅钓鱼就这样子的，走到哪里钓到哪里，都不用带饵料带盆的、你都不会钓鱼？你说谁不会钓鱼呢？你呀、啊？那咱们两个比一场，我在对面，你在这里。可以呀、啊。输了咋办？输了我看到这个闺蜜长得挺漂亮的，来，这闺蜜的话，那你输了以后，你把你闺蜜的联系方式给我。可以呀、啊，谁怕谁？啊？可以呀、啊。可以。嗯。好，行。行，你看你今天，你跟你讲，你把你闺蜜都输给我，还是我不会钓鱼。不会钓鱼，你这么想要我闺蜜的联系方式，做梦。做梦，不会钓鱼的，那么长个杆子，说实话，对吧？用那个饵料，那咋钓的鱼？一个泥巴，对吧？咋钓的到鱼？不会钓。哎哎哎，你去。